经营频道到现在啊，陆陆续续都有一些眼尖的网友们呢，他们发现不论是他们自己、他们的朋友，或甚至艺人、歌手，还有电影明星，都存在着一些我的影子。那常常呢，都会传一些照片啊，跟我说哇，那个谁谁谁哇，长得跟我很像，或者说发现了我失散多年的兄弟，然后我都会把这些截图呢存下，那不知不觉就存满了一个资料夹。今天呢，就来跟大家盘点一下那些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盖伊们。哦，盖伊们，哎，盖伊，你觉得跟你长得像要有哪些特征呢、啊？哇，首先嘛，第一个脸一定不能胖嘛，脸一定要很瘦，像这样哦，凹凹的，然后颧骨比较凸一点，然后下巴尖尖的，然后像嘴唇啊这样有棱有角，然后还有个重点就是眼窝要深，然后眉骨这边要凸凸高高的，这样长得有棱有角的，应该就80%有像。我哥真的长得跟你挺像的，哇，这个。没有发现，眉骨跟额头的部分还真的是有一点像哦。其实我觉得他这个肤色的部分也是蛮像的。肤色的部分吗？对，就是整体一个一眼看去的感觉。哦，就是瞄过去看到，哎，好像是盖伊，然后仔细看，哦，不是啊，对，这样，对对对对，发型也是有一点类似的感觉。哦，程度对不对？这是当年我们一起工作的时候，我那个发型。哎，对对对对对。盖伊哥，我好像找到你失散多年的兄弟了。哇，这仁兄长得很巨啊，而且我看这个国旗应该是来自马达加斯加的健美运动员。我觉得这个脸型好像有一点像哦。对，他现在留一个胡子在那边。哦，仿佛是我这个3个月前留胡子的样子。对对对。但我觉得其他地方可能没有那么像，比如说你看他嘴唇，我的嘴唇就没有他那么丰润一点、哦、他嘴唇比较厚一点，对，比较性感一点。哎，今天大家都很棒哦。对了，我还遇到见人盖伊的弟弟，那这个挺像的哦，挺像，你觉得像吗？我觉得挺像，对，蛮像的，蛮像的。但其实我觉得他长得比较像蔡阿嘎，你们觉得？就有点那种蔡阿嘎的味道在。我还以为是盖伊，就蔡阿嘎就真的出现哎、哦。上一个有点像蔡阿嘎，这个蔡阿嘎又有点像你。哎、欸，你们是不是有什么关联性？这个轮回关系嘛。我觉得我们同样就是我讲的脸一定要瘦嘛，然后笑容要灿烂，有点要有点尬味。有点尬笑吗？有点尬笑，然后你有没有发现眼窝都要深？就这个地方的眼窝阴影要重。确实，这个照片看起来，他这个眼窝确实是蛮深的。老师，你超像我堂弟。哇哇！不得不说，这各方面确实都有一点神似。哦，有没有发现，尤其是那个嘴巴跟下巴的那个部分，哇，还有那个颧骨。不过我觉得他这一张就是全身穿红鞋子这一张有没有？从下往上拍，这个感觉有点像。就像我讲的那个嘴巴跟下巴的部分，因为他嘴巴也是像我这样，就是有棱有角的那种感觉。哦，我大概懂你的意思。哇，都是巨巨的哦。下一个，老牌艺人徐亨。要是我老的时候还能有这么有魅力就好。哦，而且他用这两张照片来比对，刚好都是穿西装的样子哦。我觉得是那个氛围让人觉得，乍看之下有一点像。应该是说你们这个同时都做了一个很像的表情。哦，哇，那他很用心嘞，他还帮我找了两张照片把它 match 在一起。没错。突然发现他有没有像见人盖伊？我觉得这是。这有一种喜感很像嘛，对不对？这根本就是我会做的动作嘛，哎，这个，有一点，盖伊超像须藤元气的，这个我不得不说，这个我一看的第一眼我就觉得，怎么那么像？但是我说不上来怎么像，因为其实脸的轮廓没有很像，但是那个神韵那个感觉，仔细你去。比对每一个部分都没有到很像，但是合在一起，它每个地方都跟我80%神似，就整个看起来
就对了，你知道吗？对对。而且大家看一下须藤元气戴眼镜的样子。哦。对比一下，哦、你哦，蛮像的，还有这个笑脸，哎。拿掉眼镜呢，就是一个格斗宗师。然后戴起眼镜呢，他就变成 World Order 的那个团长。哦。哎，你知道吗？他在组 World Order 以前呢、啊，他是打综合格斗，而且他的绰号呢是变化自在的陷阱师。哦。如果大家呢，就是有兴趣可以上网搜寻一下，就是他以前在打综合格斗的时候，花招非常多啊。他常常会就是一上场呢，屁股就对着对手，然后一直这样摇过去。然后还会转来转去，翻来翻去的，就是看他比赛，娱乐性相当高哦。盖伊长得很像歌手黄旭，哎呀，没有人家那么帅啦。内双的部分哦，跟眉骨还有额头这一段好像有一点点像哦。盖，不过你说他是歌手，他是哪里的歌手？他好像是出自中国新说唱的哦，唱 rap。该那你要不要来说唱？我来段黄旭吗？没错。I got all the gay, I got all the gay 啊！我在天上飞，我在天上飞。留胡子像阿拉丁，像威尔史密斯。哦，这个表情好像有、哦，有吗？其实是不是有一点像？他这是不是也有尬笑？你找到精华了，没错，就是要有一点笑中灿烂的笑容，带有点尬味。出卖我朋友的照片，这是他的朋友啦。这个笑容坏坏的，嗯，有吗？可是他的眼睛看起来很温柔啊。哦，什么？眼睛，不过他应该是单眼皮吧。对，但我是一个外双，一个内双了、哦，所以可能如果我那个精神状态比较差，变单眼皮的时候，可能眼睛就有点像。我这样子有没有很像剑人盖伊？很像，很像剑人盖伊。哇，我仿佛看到大学时期我在吉他社的样子啊！哦，这位真的是我自己觉得蛮像的，大学的时候就大概就是长这个样子。还有那个，你有没有看到他那个虎牙？哦，这短头发真的就是我以前念书的时候就长得很像这个样子。嗨，盖伊，这超像，这不是须藤元气吗？你没有发现啊？没错，他就是，这不就是须藤元气戴眼镜的样子吗？我家对面肉羹店老板的儿子。侧面有一点那种感觉，这个嘴角向下，然后腼腆的笑，这样，眼睛那边可能也蛮像的、啊，是不是也要戴起眼镜、欸？有一点，肉羹，好吃哦。什么？去的元气开始卖肉羹了？变化自在的陷阱师，盖伊到底信不信金？哎呀，这个直到如今呢、啊，我也不好再隐瞒。世界の見え方はあなた自身の視点で変わる。健診、プロテイン、おいしい。I see you。我觉得 UFC 轻量级冠军 Oliveira 长得跟你很像。哇，巴西综合格斗 UFC 轻量级冠军呢，我是看起来相当凶悍的。对，我觉得他是不是看到这个轮廓的，还有眼睛的感觉？对，就像我讲的嘛，脸一定要瘦，颧骨要出来，下巴尖，然后眼窝那边要有阴影。对，再加上这个精悍的眼神。不行，你的嘴角在尬笑，尬笑又尬笑了。有人说我们有点像，哇，这个。仿佛就是看到我刚开始健身的时候那个比较青涩一点的模样。哦，盖伊，这个健身刚开始也会比较青涩吗？刚开始健身的时候年纪比较小，年纪小自然而然就青涩点嘛。那长大年纪大了，那个脸上就没有办法，就出现了历练的痕迹啊。哦，
取腿元气。发现戴衣审视李天祥，哇，哎，这个有像我就是刚出社会的时候穿衬衫的模样哎。哦，这个有一点哦，有点哦，那个嘴巴的部分有没有？其实你看照片有没有发现，就是他这个45度角，其实主要是脸的，应该是说，该我觉得他转这个角度跟你这张照片的角度，跟脸颊这个面的切面很像，有一个哦，就是有一个颧骨这边一点，然后脸里面有一片凹进去，肩下巴尖尖的，有一个切面，对。天祥这个怎么样？有像吗？有像，有。除了维度以外，都很像盖伊。还特地挑了一张一模一样的角度截图给我哎，没错，他故意转到跟你一样的角度。他怎样看我影片，然后发现哇这个角度哇抓到了神似，然后就拍了一张给我。没错，这个脸型真的是蛮像的。盖伊很像饶舌歌手弹头 ，I got a key， 他的问题轻而易举全部交付给我处理 ，Skr。哦，盖伊，你觉得你跟他哪里像？我跟他哪里像？我觉得内双的部分吧，眼睛的部分，然后嘴巴有一点憋憋的。那个侧脸那个轮廓的那边，你觉得像不像？轮廓我倒觉得还好，是吗？还是有一点点像，稍微比较圆润一点，但我觉得他下巴比较尖。嗯，对，我下巴感觉稍微再方一点。还有人说过我长得像大只。哎、欸，会不会其实都是同一个留言？他在我各个的 IG 也留，然后 YouTube 也留，盖伊像大字一样。哦，全部都同一个人吗？这有像吗？我觉得面貌非常像。哦，哪边？我觉得可能那眼睛旁边的那个头骨，它可能比较宽一点。但你整体的感觉再细长一点，但它感觉比较有宽度。哦，对。但你们发现，就是其实嘴巴部分，我觉得也是有点像。我觉得应该都是嘴巴这一区啊，然后脸瘦下来。哦，盖伊看了这么多。我发现这么多个里面，怎么就有三个都是饶舌歌手、欸？是不是我长得就很像会唱饶舌？说起来，是不是因为这个饶舌歌手可能都很累哦？哦，很累吗？你说半夜都在想灵感，都在创作，然后每天可能就比较愤世嫉俗一点，因为他们需要灵感嘛。有这种感觉，然后轮廓就变得很深，然后不知不觉眼窝就凹下去，消瘦了，然后就消瘦了，就变得长得像盖伊了。哎、欸，那你觉得就是看完这么多，你觉得哪一个你觉得跟我最像？我的想法先等一下，盖伊，那你自己觉得哪一个跟你最像？我觉得嘛，除了那个金城武那个以外，大学成果发表那个，我觉得除了金城武以外什么意思？那个太像了。回过来说，我觉得大学成果发表那个真的让我仿佛看到我大学时候的模样。哦，那我看最像的就是须藤元气，因为我看到你的时候就是这种感觉。你看到我的时候就是一个随时随地要上台打架的那个样子，是不是？欸、还有戴一个眼镜。世界の見え方は健身プロテイン美味しい。这个气质有、哦。金城武的感觉是啊，须藤元气的。再说一次，这个金城武也差太多了吧？有吧？哎、欸，不是我说的，网友说的，好不好？来，观众在下面留言评评理了。哎、欸，你要害我被盗赞。好，那以上呢就是盘点这些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盖伊们。那大家有没有觉得谁长得跟我很像，或是一些我没提到的人？那可能。跟我有点神似，都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给我。那今天的影片呢，就先到这边。我是建盖伊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好，须藤元气，下次见。さよなら。